就准备走了，准备离开这个旅店呢。窗台是面包渣，还有涂鸦，喂鸽子的吧？旧金山的田德隆区，就是闭它就行了，Power off，关它了，准备走了。这床上没落下啥吧？床上应该也没落下啥，应该是。欧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哦，行，就这意思吧，别整得太狼掏似的啊，这样，整得稍微整齐一点。行了。哦，然后刚才我吃了点这种坚果啊。垫不垫吧，算早餐了吧。然后就准备走了，准备走了。这个水壶就拿回去。水壶还是前女友给我的呢，开玩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搁里边吧。准备走了。这个衣服也搁这里吧，衣服。这衣服有点掉毛，这衣服有点。就是牙线，戴的牙线。是搁这儿，然后这个，刚才清理牙齿了，拿这个牙结构。把它记一下啊，就离开这个旅店呢，住了一宿在这儿啊。牙膏、手巾，我的手巾，手巾装在这个袋里了。我还带了香皂，其实，但是香皂也没用，没顾得上用。这里边，香皂这是，强生婴儿皂，这是墨镜，墨镜搁这儿，墨镜应该用不上墨镜，然后这是保暖裤，也都用不上了，东西不少啊，马甲肯定用不上了，马甲。上来，就是睡衣，是那位朋友送给我的睡衣，说这个当睡衣吧，昨天穿这个睡的。帽子，这个兜里边装啥吧？装这个衣服吧。衣服装这个兜里。11点退房。应该大约11点了吧？拿出2块钱小费扔床上。2块钱小费扔床上。然后还有啥落下的？没落下啥吧？帽子搁这儿。水瓶。这里水瓶，别落下啥。这个是这个。这个澡巾它搁这桌子上了，这个桌子上边画满了这个什么呀？掉漆了是？哎啊！这样的，它这是牙刷、洗发水吧，还有这个牙膏。这里没落下啥吧？哥们的内裤落这儿了，内裤给他拿着，
再交给他。还有啥？我这个衣服搁这儿，需要拿走的都放在一块儿。我的手套。啊，把这钥匙给他拿下来，钥匙，钥匙拿下来。钥匙一会儿还给人家啊，这个小费别这么扔了，搁放好好点吧，2块钱不多吧，就这意思吧，也不用他收拾啥，搁这块走了，搁这床头柜吧，2块钱，别的还有啥？没落下啥吧？墨镜，这样的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就准备走了，准备走了啊！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可是有年头了，这个旅店。这个收起来，这个收起来，移动 WiFi。把它给它搁到这里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可以了。移动 WiFi 手机，这个用来导航，这个移动 WiFi 电22也够，也够，22也够。这里流量还不少呢，流量，别赖啥就行啊。没洗澡昨天啊，没洗澡，他这没有拖鞋，他这个酒店旅店啊，小旅店没有。微波炉没有冰箱，没有那个衣服架，没有电熨斗，没有吹风机，就是属于很古老的这么一个旅店吧，94美元多，算也没有啊，就是也行吧，反正就这意思吧，算也没有，行吧，因为它这个位置还不错啊，可以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离开了，离开了，离开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再见，啊，离开这个房间了。